大姐，请教一下。哎，你好。来。你知影这什么所在无？这哦，这像几楼的吗？上面五上面有。五塔吗？五塔。五塔吗？哦，好像是这个名字，是五塔是吗？啊，这边要讲，要不要讲？这边直直上去，对不对？要直直行对不？行到伊的台球线，无中心点要无？你分组所在门安那行，就跟你讲。哦，遐个有分组所的对吧？外面，然后前面还有个派出所，我们就前面派出所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哦。麻烦你，元哥，你确定你要开吗？没问题，两位老板，你们要去哪里？那身为老板，我们就坐后面喽。没问题的，认真吗？请坐。假的。拜拜啊，各位，拜拜。耶。哎，他刚做一个左弯，完蛋了。真的还想直走吗？他说直走到，直走会到大马路。好，到大马路。我们就自己去问了。对，去问。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指标写台北，我好想转进去哦。那不小心就按台北，就转进去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派出所的方向，那个牌子方向是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到，你不要转过来。所以我来帮你，我们帮忙注意，帮忙注意。所以他是在哪一边？看起来是在我们这一边，右边吗？我也觉得，因为右边有山，你看，应该它的后面是山。哎呀，红山雷呀，好会分析哦。这边是这边吗？完蛋！不是，重点是现在也没有人可以问。对呀。希望。哎，有雕像吗？有雕像，有雕像吧？有雕像，真的。有雕像。到了。真的撞到了，是这个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就是他，有狗狗啊，有狗嘛，有。哇，太棒了，真的到了，这个应该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要加什么道上啊？一模一样啊，对吧？有吧？就是这吧。那接下来再给你们下一步的线索，恭喜你们找到这里啊！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地方要去的地方。那我可以拿这个吧，然后去问他这样。我们想问路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对，我们就是要问住哪。我们今天要住这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在金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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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阳在哪里？金阳在上面，在这条路上面。往县道走，一直走上去就看到。走上去就到了。然后上车 ，Go。OK。太小了。哇塞！哇塞！又进到刚才那种绝望。但我现在比较不会怀疑，因为是要去部落。OK。部落肯定不是在都市或是什么比较热闹的地方，应该就要攀过这一座山的那个。对，然后过一条溪啊，过一条溪啊，然后再往下这样。什么？接下来去哪里？部落。我还要想办法幻术哎，不知道要做什么才能幻术。有，看到了，欢迎莅临金阳村。还记得是什么形状吗？它是外面很多木头，它是蓝色，对，蓝色屋顶啊，然后黑色的铁皮，但是外面一堆木头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应该是它吧？不会有第二个建筑长这样吗？应该哈。哦，卡浪马，卡浪马布，老板。哎，老板人在吗？老板，哎，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板怎么称呼你？叫小叶叫。请问，今晚我们是住你家吗？可以住你家，很多地方可以住那边啦，这边啦。那边 OK 了 ，OK 了，都是你家嘛，都是我家。哇，你家好多房间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住你。但是我们节目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花钱，我们要打工换宿，住免费的就对了。对，我们没有做事，我们做事。看你要我们讲话真的是，我从早上忙到现在，等一下去看陷阱，看陷阱，对，带你们去看陷阱。
然后明天有很多的出货，所以 OK 的，住这边没问题。我们是开玩笑，你们觉得我们就是去车上就好了啦。对啊，你要带我们去看陷阱，看陷阱是要干嘛？打猎。对啊，打猎。去看陷阱需要爬很多山路吗？对啊，先爬再下去，再爬再下去的。再见，老板。你确定不会白痴一下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早上从台北过来，坐火车一路到南澳，我们就开始就过着苦行僧的生活。我们刚刚还从那个什么朝阳步道上去又下来。那个还好，那朝阳是这样的，我们看仙境是要这样的。你刚说什么？朝阳是这样？对啊。哎呦，朝阳是这样。那朝阳是这样，那你的就是这样啦。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去打猎，走 ，Go， 出发喽，好，出发喽，小心喽，要去打猎喽。哎呀，重点是我们这样子还要摇多久？这样子哦，大概还要15分钟，还要15分钟。多整。进去山上，我们去，比如说我们打猎狩猎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平安。从这边啊，不是从这边啊，没事的，不要进去了，没事，真的不要进去了，走吧，小心哈，哇，这么黑哦，哎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哇，天哪，我怎么会走到这个丛林的地方呢？小心哦，这边有石阶哦，倒着的啦，然后这个石头都会跑掉的，等等，我想带，来。哎，小心小心！所以李仁哥，你是希望今天捕到还是？当然希望捕到啦。对啊，开玩笑，都难得来了。现场放的时候，你还要采一些木头，哇木头，觉得可以吗 ？OK 哦。所以这个路越来越可怕了。然后之前从那边上去哦。然后在最山顶抓到两只山羊，一只山羌。那个树上一直凸显的蚂蚁，对，还以为是蚂蚁。你看它被肆虐的痕迹，有，那是猴子，台湾猕猴，对。我觉得感觉上前面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可怕的事。好，我们往这边，往这边哦。对，是两门门啊。对，是两门。我们往那边，我们往这边。他们走路有点对，它这边有一个眼睛反光，那一根小树出来，然后它的树下面有一个眼睛，一个反光，对不对？你仔细看这边一个反光。小燕回来了吗？有没有？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